我是小明，今年13岁。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，她叫做依爱。那在这一天，我决定向她表白了。嘿，小明，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其实今天来，我想要对你说一些话。什么话哦？这么搞点神秘哦？就是我想要你的爱。为什么你不要走过来？所以现在什么事？你喜欢我是吧？不要玩了，不要玩。讲真的，讲好来。我想要你的爱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喜欢你。走，就这样，我的告白失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爱，我现在把我影片也看完了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影片。如果还想我做什么，那个影片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去看的。那么我们就下一篇再见吧。